二号当铺在哪？我也要当。拿一辈子的婚姻换一个人人称羡的好身材，然后孤独寂寞到老。我要两亿。你要交换的是我的声誉呢？我当掉我所有以后的子孙，应该很值钱。我还能当什么？我记得刘小姐在典当亲情之前已经生了一个女儿，可以当她吗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当我女儿十年的运气。